Yeah.
现在工作很难找哎、欸。很难找，这应该只有找过工作的人才有资格说吧？你找过吗？你很啰嗦哎、欸。我很啰嗦。每天我回家你就做知识，出门还是做知识，除了吃饭跟打电动，你还能干嘛？如果你看我不爽，那就分手啊！你很过分。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谁的伤心而暂停。啊，资料，我知道，你偶尔会回头看，看过去的他，看过去的自己。算了。觉得很热吗？我觉得有一点热，那我脱一下外套哈。哇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这一直啊，我觉得新加坡的朋友给我感觉都是属于那种，其实是有点那种。
慢慢慢慢慢慢的会进入我的心房，是有点点慢热型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会。不会吗？会。啊，不会哦。那我们这个时候要让我们不再有距离，要怎么办？好啦，我知道今天的外面很热，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现场里面也要那个温度也要持续高涨一点，好不好？那我可以邀请你们跟我一起跳舞吗？